彰化縣鄉鎮的國小統一在今仔日舉行畢業典禮，為了讓畢業生留下美好的回憶，彰化市平和國小除了安排由校長帶領畢業生校園巡禮以外，也安排畢業生將壞習慣寫在氣球面頂，由自己來打破，代表著大破大立，夢想起飛。彰化市平和國小校長帶領200多位畢業生設校園之禮，为六年的求学留下最后美好的回忆。彰化县国乡镇职国小统一在今仔日举办毕业典礼，为着要让毕业生六年求学生活留下回忆，学校嘛安排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其中毕业生将平常时的歹习惯写在个作业面顶，借由家己打破，代表着大破大立，脱离歹习惯。另外，学校嘛为毕业班举办 AR 实际成果展，只要透过手机啊，就会当了解到每一位学生学习的成果。平和国小74届的这个毕业典礼，我们这一次的毕业典礼呢，突破以往的传统，就是只有典礼仪式。那我们今年呢，有一系列的活动，飞跃幸福。定向越野的毕业班活动，第二个活动，等一下在我们典礼当中呢，会有这个大破大立，用气球呢书写孩子自己不好的这个习惯，那最后做一个踩破把它宣示的活动，希望孩子呢每一天都能够精进。最后我们就是符合这个世界的一个趋势，我们知道现在总统府开放，他有特别用 QR Code AR 的这个实境的一个部分呢。在我们平和国小是彰化县唯一目前呢，每一个毕业生他们透过 AR 的一个制作，等一下家长就可以透过手机呢来看一下专属孩子自己的一个整个他们的实境科技，所以这个非常感谢我们的家长会长曹登贵会长呢共同来支持，把这个经费呢挹注在我们学校，让我们学生。有能够科技的跨领域学习。国小毕业只是人生求学的初级阶段，每一位毕业生未来还阁有真长的路要行。学校嘛，祝福每一位毕业生人生的路会当顺顺利利，在每一个阶段拢会当有美好的回忆。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采访报道。